的不知所措，所措。哦，烦呢、欸。马克，小秋，我觉得你画画很轻松哎，你都不用一直练歌。我靠，我还觉得你唱歌应该很自由自在吧？他们要处理很多的事情，我还要想节目，我还要自己当行销，要自己当宣传，自己当卖票的，还要再询问。不要以为画画只在画画，我要收集资料，我要去做采访，我要去跟网友做互动，我要。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失望，你不要害怕。你怎么在这里唱歌啊，马克？你怎么在这画图啊，小球？天哪！难道我们已经交换身份了？不会吧！靠腰。交换吧，小球与马克的嗨嗨人生。